这个酱啊，你看着红红的，感觉挺辣的，其实没啥辣味儿，就是个香味儿，里边是鸡肉和辣皮子，特别香。哎呦，前两天在他这儿拍了个视频，然后你们在下面的评论啊，这两天这个锅全让我背起来了，每天晚上把我灌得一塌糊涂。吃完这顿饭呢，我就撤了。今天我再偷偷过来探一下，探完我就跑，还是老样子啊，实话实说。你咋知道我过来了？是不是服务员给你打电话了？你脚咋了？我也扭了，昨天晚上自己喝多了。哦呦，把你的毒库拿出来再喝一点嘛。哎，不喝了，透一下。脚都扭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上次想来吃没吃上，哎，别人来吃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哎，都是这样的，百分之。你好好说啊。真的，100%。别人来吃也是这个样子啊。不是这样，随便吐槽。哎，到时候肯定骂你了，我跟你说。没问题，我也要，我也要跟着背你的锅。好，随便骂，捅的厉害。哦，你先吃。不服老不行啊，大哥。真的老了。大蒜有没有？来点大蒜的。你是不是特意交代了？我看今天过来，小姑娘都比上次好看了，还化了个妆。最近新找两个小姑娘。哎呀，你吃啊？你不吃吗？我不吃。我难受的厉害，我操！我看你不知不觉喝多了，掺了几天。看林伟早上给我打电话，啊哥喝多了。哎，我行了，你别跟我说这么多。我说你这样以后喝完酒再不要见面。吃两口子啊？真不吃，什么难受，吃不下去。行了，就等你这句话了。你要不吃，我就直接来了啊！自己吃，你自己吃。哎呦，还是感觉这么拌得带劲儿。这份多少钱啊？38吧，好像。能不能加面？可以加，免费加面。你要吃完免费加面。有一说，你这个酱炒的确实可以。嗯、纯肉的嘛，鸡肉，剁椒。蜜汁香料，稍微再辣一点，我感觉更好吃。稍微辣一点，嗯，可能是接受不了。咋了？把麻辣重新擦一遍吧。那就放着吧。我要看你把人家企业管理，自己有问题自己想办法。这一段不要加进去啊。不能加进去。看你吃的真香。难受啊，腿疼啊，我现在疼啊，看你享受，我在疼啊。这个面你咋帮他过一下凉水啊？哎，热面吸汤啊。好，没事，下次来给你过凉水。因为我胃不好，我一般都吃软锅的，容易消化。胃不好，医生说只能吃点软的，是吧？对，吃点软饭。哎呀，你这一走，晚上的局给你约好呀。人家专门安排好了，下回，临时有点急事儿了，回乌鲁木齐。独库开的来不来？啥时候开？传言6月5号，不知道开不开。你们勺子咋？帮我拿个勺子。哎，拿个勺子。这新疆我觉得不能说勺子，你要说勺子。你要说勺子，感觉有点。拿个勺子。这个盘子实在太大了。吃这个酱的时候嘛，就拿个勺子方便一点。嗯，有人说你们家这个刀削捞面真的做的不错。嗯，确实，好像这拌面太酸了。就是来点辣子，确实要来一点。吃到后面就感觉越吃越停不下来。这酱拌粉也好吃。哦，你是不是为了赶车？还是真的好吃啊？这个可以，这个面。就要加面。加面就不用了。嗯，太厉害了。真香。这个你应该把这个菜做成一个你们这儿招牌，多准备一点，再推点活动啥的。好，没问题。一个粉丝来了，他提我的名字过来打骨折是吧？打骨折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半价，一个粉丝来了，关注你才行啊。关注我过来提名字。
打五折。哎，这道菜啊，不是所有。好，这个菜就19块钱过来，可以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也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，不管是江内的还是江外的，南郊的、北疆的，如果到亏损有机会，我真的力荐这个菜。不要吃那个拌面啊，那个拌面味道，这个是真的好吃，力荐。不打折就给我发私信，拜拜。